民进还要是正确，抢救李锡堃，抢救李锡堃，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要救阿朗一，要救阿朗一，立委候选人，立委候选人，要救阿朗一，要救阿朗一，不要环岛公路，不要环岛公路，保留后山海景，总统候选人，要救阿朗一，要救阿朗一，立委候选人，立委候选人，要救阿朗一，要救阿朗一，不要环岛公路，不要环岛公路，保留自然海景，保留自然海景。今天呢，是我们环保团体的同学会哈，哦，不过这个同学会并不是快乐的哈，是主要是呢，我们要在总统大选之前啊，抢救阿朗一古道，还有呢那边珍贵的自然海景哈，还有它的珍贵的那个生物跟生态。那么今天呢，我等一下会来谈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来举办这个记者会哈。那首先我先来介绍呢，我们今天呢，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环保团体哈，几乎都到了哈的代表哈，来我来念一下。好，首先我来介绍哈，我们这次的那个最重要的团体哈，洪辉祥老师哈，洪辉祥老师在哪边？后面，喊那个屏东环保联盟的理事长，我们给他鼓掌哈，昨天很辛苦，几乎没睡觉。好，再来呢，我们屏东教师会生态教育中心执行长朱一席，来朱老师来给他鼓掌。再来呢，环保联盟的秘书长李卓汉。还有我们荒野保护协会理事长赖龙孝，好 ，OK， 好。然后千里步道筹划中心执行长周胜兴，彰化环保联盟的总干事施月英哈，要参选立委哈，应该会当选了哈，有没有？会不会当选？好，绿旗哥不走吗？好，还有呢，地球公民基金会董事长廖本全教授。还有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执行长张宏林，还有呢陈曼丽哈，我们主护联盟保护基金会董事长，还有我们的秘书长吕美鸾，再来呢台湾妈祖与保育联盟执行长甘成仪，好，还有呢是那个詹顺贵律师，我们的那个环评正义的詹顺贵律师，律师在哪边？绿色消费者基金会的董事长方杰，还有呢绿色公民行动，绿色公民协会的理事赖伟杰，在后面人很多了哈。再来呢，还有荒野保护协会的秘书长林金宝，还有地球公民基金会的董事杜文林教授，还有谁我没有念到的？有没有？哦，对，还有一个导演哈。那个非常重要的导演，哇，还有林正盛导演，我知名导演林正盛导演，还有没有漏掉的？哦，陈明章，他是林正盛还是陈明章？哦，陈明章，陈明章导演，我们陈明章哈，鼓掌哈，好。那接下去啊，我要来那个请那个洪辉祥老师啊来谈谈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啊来抢救阿朗一古道？我们给洪老师一个热烈的鼓掌哈。我看到我们环保界的同学会啊，一年的盛会，我真的好感动啊！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啊，一醒来我就觉得啊，这个惨了！今天可能我们只有屏东环保联盟还有几个少数的干部会过来哈，没想到各位真的发挥了这个风雨无阻。我首先要真的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来啊，谢谢！这印证了一句话哈，一方有难，好八方来援。这个就是我们一项环境界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哈。好，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整个阿朗一古道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危机是什么啊。目前阿朗一必须在这个月完成这个自然地景保留区的这个永久划定作业，但它因为是在县政府的作业程序是限定的自然地景保留区。那各位如果有看新闻都知道，12月3号，有一些利益团体发动了500个人左右哈，11部游览车到我们的屏东县政府去丢鸡蛋。这些人大部分就是已经在省道的两旁已经买了很多的土地，里面有这个便利超商，有一些大财团，大面积的土地都买好，预定
公路一通，他们就可以大兴土木。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知道，阿朗伊古道如果被换成省道之后呢，各位，5到10年之内，这个地方就会变成是一条东西南北不断横贯的道路系统，它会有省道跟县道的交叉，乃至于呢会有这个产业道路更绵密的发达，这个效果就好像是我们癌细胞一样，把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生态敏感区完全侵蚀掉，这是当前阿朗伊古道所代表最严重的一个危机，因为利益团体永远就不会放弃他口袋的利益，所以我们很忧心的来这个地方展现，我们有58000多个公民，有915个民间团体的联署，希望我们的公仆们啊政策转弯，而不是要求我们的利息归转弯，好，所以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第二点，屏东县政府这个月在划定作业呢，也会面临严重的干扰，因为他们已经扬言要去杯葛，杯葛让这个审议程序开不成。那一旦审议程序没有完成，球又回到了公路总局，因为公路总局已经完成了环评程序，那他就可以这个随时都可以动工。所以这个月可以说是阿朗伊决战的一个月，所以要拜托各位好朋友继续动员我们的能量，来让台湾最后一个原始的海岸林，它里头这么多重要的物种，各位朋友拿物种植物动物的拿起来像秀一下好吗？因为这里是全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诺亚方舟，我们在短短的60公里之内竟然有热带的物种、亚热带的物种、温带的物种，乃至于是寒带的物种，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台湾最重要的生态基因库，如果道路从那边拦腰斩断，那绝对是台湾人最大的损害。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到现场来挺阿朗伊，我在这边再深深的感谢大家，谢谢各位。我们非常谢谢哈，我再补介绍一些人啊哈，那个满野新竹生态协会的秘书长子林，哦，林子林，好，我们给他掌声哈。还有呢，那个桃园县自然生态保育教育学会的会长陈养胜，哦，好。还有呢，台湾大学自然保育社代表钟成汉。好，这边还有呢，哎，我们呢也是绿党的参选人潘爱生，我们给他掌声哈。最近有一些那个困扰哈，给他加油打气啦哈。好，接下去啊，我们就要来请哦，徐硕老师也来了哈，徐教授来举手给大家，请他挥手一下哈。好，等一下没有的话，好，那哦对，还有一位是那个国民党哈的立委，应该是当选的嘛，也是我们前环保署副署长啊，邱文燕。好，邱文燕教授在哪边？在这边。他已经到了哈。好，给他打叫打声，他应该是我当选没有问题哈。我们今天的四位立委啊，全部都当选了哈。好，接下去啊，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那个乐音哈，选举期间跑来台北演行动区，这不是你的选区啊哈。好，那我们请他来为我们演那个白海豚绿溪龟都不转弯哈，白海豚抢救绿溪龟，我们掌声欢迎。